静听的，请你静的。里面还有人吗？发现深埋底城下，瓷砖水泥大片剥落，令人触目惊心。三号上午7:58，花莲发生瑞士规模7.2强震，剧烈摇晃花莲至少2栋建筑物倒塌，其中一栋就在花莲市轩辕路和中山路口8层楼高的天王星大楼，因为耐不住强震，瞬间坍塌，不仅严重倾斜，一楼还直接受创。众人都没有想到，原本要迎接连假，一场地震却让一。